伤燥病，脉证病治第十。伤燥，肺先受之，出则大肠受之，移转五脏，病各一行，分别诊治，消息脉经。燥病，口渴，咽干，喘，渴，胸闷，痛甚则唾血，脉浮短而急，此燥邪干肺也。竹叶石膏杏子甘草汤主之。若遗于大肠，则大便难，口渴，欲饮热，脉急大，在下者，麻仁白蜜煎主之。燥病，口烂，气上逆，胸中痛，脉大而涩，此燥邪成心也。栀子连翘甘草瓜尾汤主之。燥病，目赤，口苦，咽干，胁下痛，脉悬而束，此燥邪成肝也。黄芩牡丹皮瓜为半夏枳实汤主之。燥病，色黄，腹中痛不可按，大便难，脉束而滑，此燥邪成脾也。白虎汤主之。燥病，咽干，喉痛，少腹急痛，小便赤，脉沉而急，此燥邪宜肾也。地黄、黄柏、茯苓、瓜蒌汤主之。